欢迎收看《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》。心圣教，所有贤士同修，我们合掌，共念灵山会记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圣，加持灌顶见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。啊，各位唯心圣教一位千秋谢天恩齐安消灾法会坛上，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，有列祖列宗朱建灵。啊，法会坛上。各个莲座上出圣灵，双法界宇宙虚空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共修《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》。五路财神经是将中华文化道统、百家思想的精华贯穿起来，一以贯之，然后直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。我们来到世界上，分六十四种的分类，六十四种的命卦，就是人的六十四种的分类，这都是共同成就我们灵山啊，会佛、会祖灵、会祖先、会祖灵、会亲与会友的妙法，八八六十四卦的命卦天机呀、啊！各位，我们来到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卦。每个命卦虽然是六十四，但是都有一个总根源，叫做天心。有如呢，我们罗盘啊，罗盘呢啊，像这个罗盘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指针，六十四卦分布在地球上的人文人类，有不同的它的天心能量，但是每一个命卦它都直通到里面来。直通到里面来，这个是指针，叫做天心。而指针，指针是南和北，南北针。算六十四卦，这六十四种人的命卦，嘿嘿，很好玩。我在民国六十四年。
因为很多信众要找我啊。我每个的卜卦，卜卦求生意，又要加持，又要修行，那怎么办？我在五泉五街楼上、楼下都是信众大德。有一天我悟了，啊，老祖啊，你应该传给我如何知道众生相嘛，不然我怎么来应付这么多的人？单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啊？老祖啊，没有答应，你先问老祖看有没有讲话，有啊？有讲吗？你把老祖请到心中，就会讲话了。讲话，借你的口开始讲话，所以老祖开始，我们从八方上下合十方来到世间上投胎集合，来到世间上，地球是我们三界万灵来这里集合、来这里修行的共同所。共同拥有的一块人间净土，所以老祖就又开示了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啊。那我就接着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啊。嘿嘿，那是孔子当时所讲的吧。啊，怎么会在老子讲出来了？所以老子讲出来了，讲一半，一半要你自己去接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太极，这是一条大道。大道之行，这么阳，这阴，这人，这鬼，这天，这地，等等都在相对待的状态。这个是日，这是月。到这里我悟了。月是人的出生月令，为坤为地下卦，啊，这个阳为天为日，啊，所以日为外卦。人来到世间上，这里是人，小小一点的人，沙尘未尘的人，所以我就悟了。天地匹卦，这天地匹卦，人立在天地之间。从天地匹卦开始，开始为天，到最后为地，这个就是有六十二卦，所以我从这里去悟了。哎，谢谢，人来到世间上，都离不开易经之道，日月星辰的。啊，这个引力也离不开九大行星的引力，所以形成人的八字命卦，命卦天机，命里面有的有财，有的没有财，有的财富财贵双全，所以每个人来到世界上这块大地
地球大地是我们共同所享有的，而不是说我的国家这么大，而你台小小的台湾这里是我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这是贪嗔痴的三毒恶念行为。那你为什么 不说我家就是你的，人来世间上都是你的，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。非常没有智慧的人类啊，名义为人，动物的最高境界的是人，结果人的思想比动物还差，很可怜啊。所以才会发生三族，三族就是皇帝，中间是皇帝、炎帝、蚩尤帝，三族本来是相辅相成，在五千年前开始一场逐鹿战争，到现在来孙文的五千年，才把这个黑暗的收编，进入未来的光明天。而未来的光明，这是蚩尤，它是白金，是白龙，金为白，白龙。所以未来千秋万世，也要蚩尤工业始祖的文化，才能够生存啊。结果我们都忽略了，我们从天上界来世间走一趟，就要把所有都归为自己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应该忏悔，应该觉醒，相互的尊重与遵循的时候，你就会找到自己的良心和天心，而你将会成就一家的圆满。所以维新圣教还33年的目标，天下太平，而是到最后天下一家亲，就是世界和平。啊，所以家有小家、中的家啊，天下家的地球。那么我们先从小的家，自己的家庭，个人的家，个人的家有自己住家，有心灵的家，这个家，这都是我们应该有所共识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外面闯荡江湖，闯不好的时候，各位先回到家吧，回到自己人世间的家，呼吸好好，来共同做反省，做忏悔，然后再出发。这样的话，即是人世间的大道场。这夫这妻啊，中间是子女哦，所以回到这个家，住家的家有夫有妻，和大家相互交会交心。当你烦恼越多的时候，你的成功率越少；当你的光明面越多的时候，你的烦恼越少。不然你的成功少，烦恼就多，这是太极之道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来世间上出生了不如意的时候，接下去回到家
反省忏悔是我们的本家，然而这即是折三弦的卦。现在折三弦的卦呢，折三弦卦加团圆。那么折三弦命卦的人一定要先从家建立好，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呢万事穷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就是我们命卦折三弦的人，你的修行尊严怎么修行？是自我反省与检讨和忏悔。好了，我们平时就要练，多练自己的尊严。好，折三弦卦，折三天师啊，天窍穴，天窍就是我们的顶首，顶首放光明，每一个想天窍的扬扬扬，一直扬扬往光明面来思维。好，啊，顶首光明呢，光明五等轮，光中化火五等数，啊，火至光明啊，照天堂。所以折三弦命卦的人，这句真言你要背，时时要背，一天要最少念144次以上，那你的智慧会大开，会直接进入我们的家，不是小小当下自己的家啊，渐渐要回到自己大家的大家，光明的家。所以我们很多家庭问题了，事业绝对好不起来，千真万确的印证了那么多年，那么多几百万的十方大众，凡是家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。有一次，一位信众大德啊，他就带了老婆来，问了师父啊，我老婆怎么样怎么样？我看一看呢，哎呀，做你的老婆就衰啊，当你的老婆就衰啊。那么我再看看老婆的命。他的命卦，哎呀，你跟你老公赶快睡啊，赶快拍命啊，就有一个结论，我拍命没含好命做会了，你放心，好命含好命做会，拍命含拍命做会，好命跟好命，歹命跟歹命，这是几千万年来每个人来世间上，你们是来修行，而折三弦，山与泽要通气，山和沼泽若是不通气，山上的树会枯掉啊，沼泽里面水也会干掉，沼泽的水需要山的木吸收水分，然后到地上产生龙泉啊，那就是三者通气嘛。所以夫妻觉悟了，哎呀，我过去去到处问神弄公，哎呀，我某就还拖着我，原来我是拖我某的哦。你好，是吧？那我就很忏悔了。他在老鼠店的跪着跟老头婆磕头三磕头，啊，接下来老婆也跪下来跟老公三磕头，禀定了，好命跟好命，歹命跟歹命，所以夫妻回去了，共同创业，共同创造，啊，一个家，后来就成功了嘛，
这是什么？玄玄以能。这玄玄以能，玄就是有智慧的，和能做的。我们灵性投胎身体之后，我们要选择大家共同所接受的智慧啊，然后去做，能就是能力，叫做知行要合一啊，选贤与能就是要知行合一啊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把选贤与能看作在选举，错了，选举四年一次的总统，立法院也是四年一次，议员也是四年一次，县市长四年一次。那么平常我们要干什么？还是要选贤与能，把这个说到自己内心身上来。贤就是佛啊，能就是菩萨，你听好不？所以佛就是智慧，能就是行走，就是菩萨。所以我们择善选命卦的人一定要多修行啊，自我检讨啊，自我啊要努力的奉献。所以择善选卦很好玩哦，男命兄弟爻克七财，女命胡常卯木啊，就被这个兄弟进来克。所以你们两个夫妻，哎呀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跟谁战争？跟自己的妄念来战争，不是跟自己的心来战争，而不是去战胜别人，而是战胜自己的妄念。若是你了解了之后啊，那你家庭一定圆满，大家中家小家，大家庭就天下的家，到达天上成就以后，佛净土的家，那不是圆满了吗？所以择善选命卦的人就修到了命卦啊，你要念这个偈文，择善选卦啊，择善天师天窍穴啊，顶首光明无等伦啊，光中化火无等数啊，火自光辉光明啊，照天堂，这幸福的家，快乐的家。所以我们命卦择善选的人，你要赚钱，除了知足常乐以外，一定要先把家庭顾好。先把家顾好了之后，你当下就自己当自己家里的财神爷，家和万事兴嘛，就立于不败之地啊。家不和万事穷，永远在贫穷。你到处去求神没有用，神没有欠你，财神爷没有欠你，只有自己的大家学易经，
做事工作可顺心呐、啊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国家社会定太平。这才是真正的五路财神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五路财神的圣身、法身和化身。祝福各位。